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凯岸换算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最高悬赏令，或是叫航海海上纷争啊。好，那旭哥将来分享这游戏啊最多的礼包嘛，将近30组的需要跟着旭哥爽爽领起来，还有很多隐藏版的需要。那旭哥拿到这个算是很好用的提领神角的艾尼尔，这叫艾尼路艾尼尔神。还有这个第一大剑豪鹰眼啊，这些神角都是免费入手了。最爽的总弹，最爽的攻略呢，数千抽啊，这个福利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好，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总整理，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那我们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点进来之后呢，我们点画面的左下角一个服务，服务点进来之后呢，我们点画面的左边有个兑换码，点进来在画面的中间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那我们就输这个 FUK8DGY6AF， 接下来按确认，这个很神哦，直接可以拿这个鹰眼哦，超神的，这个 T 零神角直接拿，超爽，直接拿一只鹰眼。好，那接下来是 XLDR4DU689， 按确认，这个是隐藏版的序号，这个有转蛋券，然后金果，还有资源，这个隐藏版哦，这个算是独家的。接下来是这个 KHZGV2068A， 那这个有金币、转蛋券，还有500个重铸石，这个也是隐藏版的序号。接下来是这个 PNKTBG168B， 这个有6个就是金币的两小时。高级招募券还有重铸石，也是一样，隐藏版的序号非常多啊，跟着旭哥最爽的福利。接下来是这个 NMXK7JV68C， 接下来按确认，这个一样，隐藏版有金币，大量的金币、重铸石还有探宝券。好，那接下来这个 BMPL9R568D BMPL9R568D， 妈的，有个难念的。好，按确认，这个金币，然后重铸石，还有大量的探宝券，礼包码都在这边了，包含这个 OP666， 史上最多的都在这边，还有这个 NAMI666， 然后 LORO666， 然后呢 AN0802。再来是 MM0801， 还有这个 UU0730， 接下来是 RPJXKD5678， 然后 BB0729， 再来是 LL0825， 再来是 PSH9KT0691， 那接下来是 QL7W69A6AB， 再來是 WEN3P7J6AC， 再來是 ACF20VG6AD。 好，那接下来画面左上角的邮件呢，这边有隐藏版的福利，领起来，大量的金果，还有一些隐藏版的序号可以拿到边。那背包呢，我们也可以刚拿到这个鹰眼来啦，爽啊，直接拿一只，哦，赚了赚了，爽，超帅。好，来开抽一下咯，来，哇，一个二星的，哭哭，来，二星的比克，比克大魔王是不是？哦，科比不是比克，笑死。 Kobe， 来，高级招募啊，希望有这个白胡子啊，来，索隆也不错，来单抽一下看看，单抽，他在百抽的话会中核心卡，
核心卡就是像是鹰眼啊，像是一些角色核心的角色。好，我们抽一下十连看看，看看会不会比较好。Kobe 都三星欸，哭哭，欸，一个四星，一个四星。哇，怎么都这样？感觉抽运没有很好啊。来，希望有中一个好一点的。耶，五星啊，爽啊！爽了爽了，蒙卡，战士前排控制型的角色啊，爽一发了，终于啊，来哦，一个四星，弗兰奇，好，再来抽吧，我们直接用1800个金果抽啦，大手笔来抽起来，科比啊，啊，怎么都三星啊，有点心寒哦，一个四星。贝拉米，欸，第二个四星骗人布，好，再来，再给他花下去，今天就最狂啊！耶，五星的佛兰奇啊，佛朗基佛兰奇，欸，翻译有点不一样，三星的，跟台湾的翻译有点不一样，欸，鲁夫四星的，爽啊，爽，好，又拿了一堆转蛋券啊。继续来拼起来，看一下哦，爽啊！又一只鹰眼啊！啊，不是看错，韦伯，靠，刚刚看错，眼馋了，哭哭！玩太多手游，玩到眼馋了，布鲁克，手游玩太多，眼睛真的太累了，给他休息一下。好，妹子，哎。手游玩太多啦，开开开，怎么都是三星啊？哦，四星可以哦。普通招募来，哇，这次真的抽得很爽哎，哇，抽超多抽啊！欸，怎么会那么爽啊？可以抽那么多抽，刚才怎么lag一下？好，再抽啊！好，来碎片来开一下，看一下会中什么角色哦？雷利耶，爽啊！冥王，中个冥王，爽啊！中到一些不错的角色，哎，罗宾呢？哇，顺便开了不少图鉴。哇，这次抽了好几百抽了，真的爽。那大家假如抽不够的话呢，右上角还有签抽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所以就是开局啊，好几签抽，礼包嘛，领领什么领领，超多的。好，再来继续开抽啊，就是抽爽爽。我，哦，又一个佛朗基，爽！啊，今天一直抽到佛朗基啊，哭哭啊！哇，完成150次哦，鹰眼，爽！哎，战逃完，刚才怎么看到鹰眼？妈，又眼花了是不是？最近怎么常常眼花？眼花了是不是？好，没关系，还是五星啊，战逃完也爽啊！好，再来十连抽。来哦，20个五星哦！来，各位观众，20个五星入手啦！单抽一下。好，那今天就抽到这边好了，刚好20个五星。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啊，最爽的转蛋，那总共可以拿到好几千抽转蛋，加上最多的礼包嘛。素食组的需要攻略呢，分享给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看旭哥所有攻略，我们下一集攻略见。